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潘佑谦讲师带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辛苦，今仔日嘞较忝，因为今仔日规日嘞啊到阴暗哈，今仔忝。我这门课是这个解毒解脱，课题是解毒解脱，就是讲要帮助咱本土台湾人一个觉醒的开始啊。因为我伫加入民政府的时阵吼，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拢有共款的心情，因为咱疼台湾，对不对？因为咱疼这个土地，咱想要知影这个土地发生什么代志啊？咱想要来了解咱这个社会，这个规个台湾的政治，也是讲咱的政府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使咱今仔日的社会的现象变甲安尼，物价安尼。啊，因为咱疼台湾的心一直无改变啊，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咱就是出世伫即块土地做即块土地的人啊，本土台湾人啊，所以咱也想要来了解啊。啊，解脱解脱是因为咱过去受到教育，甲咱的价值观拢污染扭曲去啊，所以咱古时啊，咱做代志会照即个扭曲的思想的价值观咧做，所以咱做的有当时啊是咱唔知的。第一个爱解的就是思想的毒啦，哦，啊，虽然思想无论是思想的毒，也是这个食品的毒吼，拢差不多拢全部拢是台湾人吸收去啊。最近讲的僵尸啊，僵尸，唔是咧跳的僵尸哦，吼，咧食的啦，咧往哪有毒？枸杞，冇毒，哦，啊，迄个牛奶，啊，猪肉。什么糖？你差不多看得到的拢有问题啊！油，逐天咧食油，无论你食菜、食草，拢同款，拢着毒。啊，着毒的，即个咱的百姓无法度啊！啊，这是啥物人爱去管的？是顶头的人爱去管的呢？咱讲即个规个国家的即个政治的顶头来去管的，但是咱无法度。来，咱先来讲吼。台湾民政府咧讲的日俗是指啥物货？啥物叫日俗？啊？哦，台湾有人讲台湾主权属地日本天吼，叫做日俗。有个人对这个汉字吼，日俗、美俗、英俗这种物件吼，拢会照咱讲汉文的这个思想去想讲哦，那日俗啊属日本啊，美俗属美国。但是咱即卖咧讲诶，拢是一个国家诶体制，国家诶体制内底最高代表啦，吼、哦，国家诶体制，迄个体制内底最高代表人啦。咱来看咱日俗吼，咱来看咱诶法律诶身份诶根源啦。咱先看一下咱即个日本时代吼，就是咱诶时大人阿公阿嬷，就是讲老爸老母诶迄个时代诶日一年代诶记号啦吼。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啊，差不多呢。因为台湾的主权这块问题，台湾这块岛的问题吼、哦，是伫这个1895年迄个甲午战争啦。啊，甲午战争就差不多伫明治时代开始。哎，明治时代最重要哦。明治时代是日本对这个部落式的这个古早的这个封制度吼、哦、变更。这个德国，吼、哦，欧美遮个文明，整个国家的力量提升起来，变作亚洲上界强，甚至世界，你讲黄种人吼、哦，第一强的这个国家。所以伫这个明治的时间，有迄个国力，会当来台湾治理啊。啊，伊去拍这个大清帝国拍了，挂牛了，一直到哦，明治，这是明治维新的时代啊。所以迄个时阵，日本有迄个禁刀令，较早日本有武术嘛，啊武术迄刀也是排伫身躯边啊，啊因为改变这个制度，啊设立警察的这个制度，啊开始现代化，吼、哦，咱一个现代化上界重要的时间点伫遮，咱台湾嘛是伫这个时间点开始甲日本甲做伙啦，吼、哦，这个时间点，啊大正呢，甲昭和呢，拄好拄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甲第二次世界大战，
哦，一二次的世界大战刚好是在这两个时间。啊，这两个时间呢，大好嘛是台湾上界进步、上界文明、高文明、高文化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啊，一直到这个昭和的这个1945年尾期，吼、哦，咱的战败进入较无好的这个时代，吼、哦。啊，其实战败进程拢还阁真好啦。虽然是战争，但是唔是讲完全无通好食。啊，一直到迄个中华民国流氓政权来的时阵，迄个时阵咱的规个经济就崩盘去啊。因为这张吼，1895年，因为这张的关系，咱这个土地归属伫日本啊，吼、哦，归属伫日本天皇。啊，因为你甲看这皇帝甲皇帝对签的，皇帝就是这个日本这个咱讲皇制度的这个最高法人啊，皇帝啊，伊就是代表。啊，什么意思？就是皇帝行出去，伊讲的话，伊所做的代志。对，当完代表日本啊，皇制就是安尼，皇制的国家就是安尼啊。啊，美国敢是皇制？敢是？唔是啦，伊本来是，但是伊唔是美国，伊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啊，因为甲大英帝国战争，哈、哦，美英战争独立，因讲叫做独立战争，啊，脱离大英帝国，建立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啦。啊。过去的古早的国家拢是这种皇制、皇族制，所以泰国有泰皇，英国有英皇，法国有法国的国王，哦，啊，日本有天皇，全世界迄个时阵拢呢。咱讲这毋是，这叫做马关条约嘛，叫下关条约啦，差不多拢是伫迄个签的地点和名的，啊，所以下关条约是伫遮。哦，这几个日本的这个本岛嘛，哦，啊，这伫这，这个所在下关条约，这是一个北九州，伫这个地，大概了解一个地理的位置哈、哦。日本开始治理台湾，哈、哦，这两个黄金时期，钓鱼台什么人诶？唔知，到人要讲看麦，钓鱼台什么人？日本的。日本天皇的，所有日本的土地拢日本天皇的啦，所有日本的土地啦。但今仔个火伫遮啦，钓鱼台伫咱日本时代的时阵吼，属伫宜兰厅，吼、喔、台北州宜兰厅，啊，属伫台北州宜兰厅管的，就属伫咱台湾即块岛管的嘛。啊，咱台湾属伫日本天皇的。所以钓鱼台上面来，哦，阮孙的物件属伫阮囝，啊，阮囝属我，啊，阮孙属上面来，伊就是连带关系啊，哦，你袂当去家己做切割啊。我证明给大家看，因为钓鱼台吼，这物件就是这个马英九伊的论文写嘛，写出来讲，哇，这属伫上面人的，你啊，哦，用一挂迄个资料，啊，真简单，让因家己去证明来。中华民国八年的时阵，福建省的有一个渔民，伫这个31人拄到迄个洪灾，啊，即嘛日本帝国的冲绳县八重山尖阁群岛，尖阁群岛就是迄个钓鱼台啦。伊伫遮拄到海难，啊，即嘛呢八重山郡石环村的遮的人赶救起来，吼、哦，热心救护，得生还故，安怎安怎？哦，救灾当仁不让，啊！以感谢状感谢这个咱日本啊。那咱知影这个时间点吼，中华民国八年就是1920年啊，1920年就是咱的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阿祖因迄个时代，迄、那个时代咱规个就是属于咱就是日本的啊，对不对？钓鱼台上面人，因家己在讲属于日本的啊，所以即卖你真讲，迄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啥物人，拢无意义啊！即个已经足明显的证明啊！即、這个时间点以后，拢无啥物条约，也无发生啥物日本甲中国战争，啊，甲即个钓鱼台割让拢无啦，
啊，有讲哦，你来占领啊，就变你的，无迄个代志啊。咱来看哈，来一次大战都要喝大战时期，有无？一次大战的时间呢、啊？好、哦，1914到1918，将近四当了哈。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到1945，啊、哦，我都伫交合的时间。啊，这两个时间点都要喝是咱台湾也是整个经济，好、哦，咱的工业啊，是讲咱的这个农产，规个提升甲足悬的。高产量，咱的规个迄种，咱的稻啊啦，咱的生产的作物拢提较均悬，是安怎？因为战争啊，你真欠物资啊，规个台湾的爱物资其实是供应咱规个大日本帝国咧战争咧拍，甚至咱台湾的位置是一个这个太平洋足很重要的位置了哈。祖国的证明文件，咱来看哈，伫大清的时间啊，大清国。咱拢讲中国是1912年开始啦，所以较早人应该哩都称作大清国啦。伊若写中国，因则就写中国啊啦。大清国吼，伊较早号召生安尼啊，我放大啊，大家看，有华人陈无师厦门搭英国的电力师船，从日本国台湾要到日本国台湾安平的地方，伊要做啥物货？伊则是要伊只讲事由啦，哦，伊是要返乡祭祖啦，就是讲有人为台湾过去即个大清国，啊，伊即马可能是清明，还是讲因到要陪亡，所以伊申请护照，啊，倒转来安平，啊，所以这就证明咱是日本国台湾啊，即个物件证明咱是日本国台湾，但是因为战后发生足侪代志，第四到咱也是伫即个时间点，咱的国籍就是日本国，敢毋是？伫即个时间点，咱的时代人要出国，敢毋是摕中国的护照？无可能啊，一定是摕日本国的护照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点，昭和年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点是遮，昭天皇的诏书都好伫即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都伫1945年的4月7日，就是因为这张诏书的关系，今仔日民政府会当存在哦。那无这张诏书吼，咱民政府咧讲的哩论述其实无基础啊。啊，是安怎安尼讲？因为这张诏书的关系，这张诏书的关系，予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咱个朝鲜虽然拢共一个时间落这个诏书，讲要。行宪啦，把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落实伫这个土地，伫迄个时间点开始吼，咱会当参加帝国的这个议会，做正做议员，咱会当正做一个正规军啦，就是咱来服兵役啊。吼，啊，这个时间点的意思是啥物货？就是讲咱对殖民地的迄个殖民者，咱是一般的百姓，变做日本国的这个公民啦。就是这张的关系啦，哦，因为你有实施宪法，啊，你这本地的，咱讲本土台湾人可以当国会议员，那就是公民了啊，对不对？拿绿卡敢会使投票？美国的绿卡敢会使投票？敢会使？袂使啦，你也不是公民啊，啊，你若拿美国的公民证呢，会使投票袂？你就会使投票啊！迄差无真多，但是会当投票甲袂当投票足多啊！迄、那个权力差足多啦。啊，伫日本帝国的时代，咱的是大人的时代，大家去申请身份证无？敢有？啊，你毋是拢办即种，对毋对？啊，办这就是证明，咱伫日本时代就是用即个护照登本咧做即咱人民社会遮的户口的管理啊。对不对？咱就是咧做这个管理，唔只有这个物件，但做这个记录啊。啊，叫一个蚕，你有看到蚕无？这个、人做高哥哥顶的，所以佮写一个蚕。唔是啦，这蚕的意思是蚕族啦，白卡的意思啦。伊个时阵，日本的时代，伊对咱台湾的本土的这个风俗民情，甚至咱真济一个人个人的。一、那个健康的记录，拢真清楚啊！有写伫遮，甚至
关系啦，写得真清楚啦。注意啊，看，这有写一个天有无？这个、人做了做人真天，唔是天花啦，伊有种迄疫苗天花啦，哦，天花牛痘安尼啦。啊，这虎主，虎主就是这个虎的虎长啦，哦，虎长啦。啊，这有一个色有无？这人做人感觉拢甲人真色，唔是啦。色欢啦、啊，哦，啊色欢有色啊，都啥？青，啊所以有色欢，都啥？青欢啊差伫倒位？青欢唔是骂人咧，青欢是一个名，一个社会因的名词啦。色欢的意思就是讲哦，你要讲好乐话，还是你要讲客话？但是你本身要个要讲你家己色欢的话。这种叫喜欢，但是你若拢你家己本土台湾人，你是那个平埔族的吼，我唔知影怎搞上着。平埔族的吼，你都你袂晓讲你的平埔族的话啊，吼，你袂晓讲你平埔族的话啊，就像热地区就是道卡斯族啊，道卡斯族，啊，你袂晓讲你的话，你干那要讲河洛话，也是讲客话的话，你得写福，福就是伊是该讲。好的话也是讲福建闽南话安尼啦，啊客就是客话安尼，伊是安尼做语群区分啦、啊，唔是族群哦、喔，唔是讲你讲要讲福的人就是迄个族群哦、喔。啊，咱迄个台湾的那个民族吼、喔，民族的这个调查吼、喔，日本人来做个上个精密，吼、喔、上个精密啦，因为伊知影讲咱家有足侪种族群，有足侪种的语言。啊，甲咱做人类学的分类啊，怎样讲？咱有过来做啊？你看，这有清啊，什么叫清？这个人真清，真清气，真爱清气。唔是，这个人是大清来的。好、啊，这个人是真大清来的。我搁第一摆看到这有汉的，汉族的。哦，啊，所以呢，咱的是大人。然后户籍成本，日本时代户籍成本，无论你为倒位来，你若有清，你嘛会当申请出来啊，你嘛是本土台湾人。咱用这做证明啊，哦，用这做证明啊。而且那伫法律上，你就要必须要定义一个时间点啊，啊有物件啊来证明你是对倒位来，你是啥物人？哦，啊你讲我是啥物人？我甲你讲，我英国人，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啊！你看我的面，看我的一个。肤色，我讲话都唔知道。啊，今仔日我若把英国护照摕出来，咱今仔日咧讲你是啥物人，唔是咧讲你讲啥物话，你是啥物种族的，你是啥物款的皮肤的色，唔是啦。咱今仔日咧讲你是啥物人，是咧指你伫法律顶面会当定义出来你是啥物人。所以美国人你会当摕美国护照出来，英国人你摕英国护照出来，日本人你摕日本的护照出来，你就是啥物人。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马英九什么人？不是啊，他有中国护照，有美国绿卡，对不对？是美国人啊。啊，所以你啊，注意个看，你那个想哈，啊，伊解读就是要帮大家小可把这个记忆恢复一下啦。迄个时阵咧选举的时阵，不是有一个新闻咧查绿卡有无？查伊是咪双重国籍？因为双重国籍袂使选啊，对不对？啊！结果这个新闻一直转转转转到变了，一个李庆什么会的双重国籍，啊、哦，所以得一嘛，差到尾也是一。做立委期间，你还拥有双重国籍，啊、哦，啊，你有双重国籍，你是不是在追讨？啊，但是这個新闻后尾就无去啊。啊，是安怎？因为你袂当改迄个马英九跌啊，因为要选总统啊。啊，咱即马去换到倒来看哦。伊选总统有双重国籍，干嘛要紧？你唔知吼？中华民国其实吼，伊有一个双重国籍的这个规定啊。哦，伊讲你的公务人员几职等以上是不能拥有双重国籍。但是你也讲政治现实来看啊，中华民国的头家人什么人？中华民国的头家啊，美国啦，啊美国。
要伫即个中华民国，即、這个伫你当局，怎样讲呢？伫你当局设一个局长，伊同意就好啊。啥？你管伊啥物国籍？美国若同意就会使啊。啊，即、這个人有绿卡，哎、欸，下伫我即个美国的利益啊。所以你内底政治安怎差，拢无法度甲冰倒啦。即下伫美国的利益就会使啊。哦，来，咱过来看。所以法律上的定义的台湾人就是。1945年这个时间点的进程，原来你日本国籍的人，以及伊的后代，咱遮的啦，这种就是法理上定义的台湾人啦。所以咱若四界去外国人讲我是台湾人，问题是你外口遮的人，伊拢无法度去证明他是台湾人。唯一会当证明，就是护照后边一个 nationality， 就是国籍。伊要写 TWN， 讲你为台湾这个所在出来，安尼叫做。你若讲会当证明，唯一证明是这个尔。啊，无所有你的护照、你的身份证，顶管拢写 ROC 中华民国。所以咱无可能用法律来证明啊。啊，因为咱去隔壁国了，靠这种种的这些文件、这些东西产生出来啊。咱来看一下祖国的建设吼，过去咱的建设是盖。超越这个整个亚洲哈传统的几个建筑跟建设，文明为才开始啊。男女平权呢？较早吼，咱伫大清殖民的阶段吼，足侪人白卡。阮的阿祖啊，我的阿祖啦，我的阿祖就伊的白卡，伊一百岁过生日，我看伊的脚拢变形去啊，拢变形去啊。所以迄个时阵吼，你要看大清是。四年三月的时阵，迄时阵日本人来，把这个比欧美较新的观念教予咱。你讲台湾要进步，咱所有人拢爱受教育啊。那是查甫的爱受教育，连查某的嘛爱受教育啊。所以有男生女生都可以读那个书啊，都可以上学啊，对不对？好、哦，啊，中国文化敢教啥？女子无才便是德，欸好无啊，所以查某人读啥物册啊？啊，其实迄观念唔对啊，迄观念唔对啊。那无爱互查某人读册，就是要家关伫厝内底啊。我查甫人伫外口做啥物代志，等下家己讲，伊拢唔知。安尼查某人就作乖啊。今仔日查某人吼换做台湾人吼，啊，查某人换做中华民国吼，我来中华民国就是无爱台湾人知影伤多，所以家己英语教较歹，你都唔知影外国的消息呢？你都已经全世界遐尼多。诶，这个新闻消息你就斩断一半呀！啊，媒体佮佮你封锁落去，我等下佮大家讲，台湾的媒体封锁佮足严重个，所以无才便是德吗？咱来好好啊，想看卖无才便是德吗？啊，那无才便是德，查甫人嘛无应该读册，佮毋是？因为无才便是德嘛。啊，因为这个解缠族吼，吼女性的那个。这个脚啊，做一个解放啊，哦，做一个观念上的解放啊。你也白卡，我相信你嘛，走袂远嘛，对不对？穿个三寸金莲，安尼尔，啊，这个遥控器安尼尔嘞，穿这么细鞋啊，你会当行去倒位？啊，你啊中年发福哦，中年发福，你啊体重80公斤哦，你啊一只鞋啊，一只鞋啊，爱承受50公斤的重量嘞，迄个恐怖嘞。来，咱来看，咱较早吼，新北岛，哦，北岛遮有一个温泉，叫做新北岛，即个啥物字叫做鸭，有无？啥物是鸭？啥物是鸭？赞，这鸭吼，古早时代啦，吼，古是，就是迄个马鸭无，马鸭。人较早古早时代，就是讲我送一个批吼，为遮出派一只马，派一个人送出去，送伊到第二个站饲马的所在，因为马会忝啊，无可能对头走到尾啊。你若讲为北京走到南京吼，一只马走落可能翘伊啊，吼啊，所以伊就爱走过来站，啊，迄每一个站拢有一个马啊，啊，伊阁派一只第二迄个站的马啊，阁继续送，啊，所以迄个站叫做鸭啦。但是后来这个车站嘛用这个鸭这个名词啦。啊，较早咱即个车站拢是种，你也看即种糖啊无？即种叫做老虎窗啊，
即欧美式的这种建筑物老虎窗，哦。较早咱做者新车呢，当然做者新车呢，哦，啊，即顶管这种叫做鸟居啊，哦，这种新车拆了了，咱新车差不多拢拆了，啊，较古规模的变做壮烈池，哦，你可以做出壮烈池，哦。那梦想讲在澳洲呢，在台湾，哦，这是一个什么总图的所在，好吧？这嘛是啊，那我这种希腊式啦、欧式啦、巴洛克式啦、什么柯林斯式、什么有诶无，这就是这种物件。啊，这就是古早，啊，这是现代啊，哦，现代同一个所在哦，这两个同一个所在哦。啊，你看厝顶无去啊，好吧？拆掉呀。会记得咱较早的车头吼，即卖有诶，阁有啦。车头头前拢圆圈，对不对？啊，圆圈顶圈拢踩啥物人？蒋公嘛，吼，啊无就孙，啊无就孙公嘛，吼，嘿，对不对？插头，嗯，草头，伊个有草诶，草头，吼。啊，较早呢，即个物件就是本来即个座就有，已经有啊。啊，因为咱日本时代吼，对咱台湾有建设有功的，咱家拆去，吼，有功家拆去。啊，这是家人压的头前，吼，家拆去。啊，因为拆头来，现在全部拢共挽落来，啊，家己拆去。啊，所以是就奇怪，人啊未过新年，他也在拆黑咧，吼。啊，更加奇怪的是，人是这个人对这个所在有功较拆伊。啊，所以有无同款的所在，有采同款的人。啊，伊来全台湾拢采伊啊，哦，足惊唔人唔捌伊啊。所以伊足早的老年痴呆症啊，老年痴呆症就是讲吼，拢四个敢问讲，啊，你敢知我啥物人？哦，伊这就是迄，那个镜头就是安尼啦。啊，你看这是大正十五年，有无？台湾最黄金的盛期就是大正跟昭和这两年啦，啊。世界博览会呢？大家来，咱过去台湾等于有世界博览会，中国是到2000几年靠世界博览会。咱迄个时阵有世界博览会，咱这种一挂海报的文宣呐，吼，较早即个一挂迄个一挂这种迄个时阵的宣传单，都这种物件，叫台湾博览会，吼，台湾总督府。施政40年的台湾，安尼啦，你也看遮，啊，这嘛是啊，施政40年啦，施政就是为开始伫咧台湾40年办一个世界博览会，所以咱就文明作馆啊，较会当办博览会啦。这是较早即个新竹呀，就是即卖新竹车头，新竹呀，即现在哦，搁保留落来。你也想呢？日本人来，敢有甲咱拆古迹？无啦，他有拆古迹，遐清朝的城门早就无去啊，对不对？他有清，有法度互你清朝的城门留较紧，有法度互你鹿港的清朝的遐庙啊留较紧，无啦。那照中华民国查政府这个做法啦，你的庙，你的庙师吼，你的宫全部拢来甲你拆掉，那照因迄种做法，但是无啊，留落来啊。日本人佫加因家己文化的建设去，日本人佫加遮个即新竹车站，我记得上深啦，因为吼，新竹车站是迄个时阵日本的留美留欧洲的遮个读建筑系学生因倒转来。因为要建设咱本岛台湾，那较早唔是叫台湾，较早叫本岛，咱叫做本岛人、本岛人啊。啊，内地啦，内地就是日本本土，迄个所在叫内地。哦，你唔想想讲内地的，一定要记个蒙古，还有做内地哦。内地这个名词很早就在使用了。啊，因遮个欧美留学生回来，因学遮个建筑，因家己画图比赛，啊，上好的起来才去。起来才去，啊，留较紧。下面一挂图片，帮助咱大家唤起咱对祖国的
儿时记忆啦，啊、哦，是记忆啊。1988年有一个卡通叫做《龙猫》，日本人宫崎骏画，哦，大家有看过？我有人有看过哈，有人没看过。啊，没看过，其实也可以唤起你的记忆哦，哦，因为阮囝三岁，即马咧看，啊、哦，我就好看，因为爱互伊承接爸爸的祖国记忆，啊、哦，安尼。龙猫就是这只啦，啊、哦，这个人穿什么衫裤啊？这个人。你穿什么衫裤？和服嘛，哈、哦。您有人穿过和服吗？敢有？小时候就是有了嘛。敢有人会记得呗？小时候，这个是我小时候这张，我小时候的穿这嘛。啊，即卖我爱问的是，这是我来民间户了，我去等伊啊开始编，因为。迄、那个阿公过生日嘛，啊，就我编一挂细汉的相片，啊，看到，哎、欸，啊，我才穿这個，啊，今朝去也想起，我阁会记哩，我迄个时阵穿这件衫啊，伫遮翕相，迄个感觉，因为这是伫高雄澄清路遐，啊，你也知影哦，高雄差不多卖冰会当卖12个月哦，哦，11.5个月安尼啦，啊，前几工穿翕相的时阵，做热的，我也阁会记。啊，我伫咧想讲，我喜欢穿这個，迄是阮阿公阿嬷甲我穿的啊。啊，这件衫嘛毋是为着我定做的啦，这件衫是对叔伯兄、叔伯姊啊，啊你团到我出世，啊我就穿了呢。我相信大家人小时候应该有穿过吧？哦，你若有小可有记得的，你应该有穿过。啊，你喜欢穿这個，因为咱的时代人就是日本文化，受日本教育的。所以我们家有这种穿这种和服的这种的习惯出现，哈、哦。因为安尼哈，我顶个月去这个鹿港佚佗，买一个茶夹登来穿，我要换回祖国的记忆啦，哇、哦，穿安尼酷酷酷酷，感觉介摇摆安尼呢，哈、哦，也是是啦，一穿迄目镜迄种感觉哈，脚底比较干爽，人讲较袂香港脚啊，啊，感觉哎。穿木屐的感觉也不错啦、哦、有看过这个吗？这是什么货？水鞋吧？哦，有人讲碰布啦，讲啥拢不要紧。伊的目的是啥？啊、哦，取水嘛，抢水嘛。啊，较古早抢水是安那，一个桶啊，绑一个绳啊，烂弹落，啊，揪起来嘛，对不对？古早式的。啊，你还知影哦？有这种物件的时阵，就表示。咱迄个时阵的文明已经提升到某一个程度啊，因为这个物件是啥物货？大气压力的迄种原理啊，吼、哦，伊积累，伊利用迄个真空吸，把水吸上来嘛，吼、哦，这种的原理是安尼啊。这是我伫即马苗栗客家大院，像山顶哦，伫山顶看到哦，啊，山顶够啊多，抢到水啥物意思？水脉足丰富的啦，哦，已经有到山顶，较有法度。靠到阁有水安尼啦，哦，有看即卡是啥物货？古早即个烫书嘛，哈、哦，叫一个茄那，你有看到？你也看，古早咱的阿嬷啊、计针是毋是拢会加这個？对不对？啊，即啥物茶？啊，因落几堆生产的？对啦。啊！较早你啊看一个囝仔吼，你乞家哦，拢灰有无？咱讲迄个钢啊，做油的啊。较早手钢是做油的啊。哎、啊，这个烫书啊，讲这个拖啊吼，擦的拖，你若小看角度唔对，佫拖袂出来嘞。啊，是讲煞袂入去。所以较早迄个钢拢做油做精密的啦。大概有细汉有挂过网台无？有举手我看麦，你有挂过网台我看麦。呵呵呵，你也看哦，较早唔是网仔香哦，是网打，网打就会知隔除疟疾的病虫害上面会，哦，啊较早你就是困这种眠床的对不对？对不对？你有困这个眠床，我举手，我看麦，好，我甲大家讲一个，你困这个眠床，刚好讲拄着
头拄着门冲着，拄着窗啊刷着，拄着便所哦，角边门层角边啥物，会安尼无好啊安怎个那个西公啊哥爱来敲城门啊啥物会，敢有这种物件？无吧？现在这么文明的文化，啊到中国流氓政府来啊说全无去，啊开始吼做者禁区，哦你唔通门开开就看你名称哦。哦，你眠床头唔通对窗啊，眠床尾唔通有镜啊，啊，就奇奇怪怪有诶无诶文化，即一寡那种迷信诶文化拢带入来。咱较早伫即个时代无啥物惊吓啦，人民诶心内无啥物惊吓啦。先姑且不论你有什么信仰啊，那时候的人民的水准，因为文明的关系，哦，因为咱有地学有开化诶关系，所以咱对足侪代志看诶看法是足文明诶。无啥物惊吓，神风科特工队的人无啥物惊吓，伊感觉伊的死是对天皇的最高效忠哦。咱茫用即卖角度想讲，啊，足戆的呢，叫你少年的去死，毋是迄、那个你较在氛围，毋是迄种想法呢。迄种想法是讲，我会当为国家捐躯，为了这个土地战争保家卫国，迄种的效忠的观念呢。所以毋叫神风特工队，你们不要救。塞翁娜娜飞起哩，甲钱落，一只飞行机换一只纯战舰，会合未？会合啊！啊，因为这个战法吼，美国人煞看一个惊到啊！未记哩，对一出电影，伊迄个美国的一个迄、那个军舰的迄个官，迄、那个中官看哩讲，他有人战争战甲用自杀的，吼、哦！啊，所以因对。黄种人对，特别是对咱日本人，充满着内心深层的畏惧，所以伫战后吼，甲咱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四分五裂啦。伊无想，伊无爱，互咱恢复那种大帝国的时代啊。因为变大帝国的时代，咱也变来做强盛嘞。好，较早公车有这個人哦，有无？有坐过这种车的无？有吼。好，我请问你。这车匠的用意是啥物事？买票、检票、过安全，上重要的是买票、检票啦。啊，这问题来过来啊！啊，车站都买票啊，对不对？车站都有咧买票无？有嘛？啊，想到个即个，其实主要是这机啦，这机啦。因为不是所有的站拢会当设车站，有一个人伫遐卖票给你啦。所以是设站尔啦，设一个牌啊尔。啊，即马即个车站的，你啊这片有无？这伊的门边的这片，你啊注意甲看，伊啊拢有一个标有无？一个标。哦，啊，迄、那个标呢，都一站到多一站偌侪钱？啊，你去的时阵，伊甲你讲，你要到倒位，爱就甲你看，甲你算钱，现场贴迄种临时的车票给你嘛，算钱的嘛。所以这车匠的用意是安尼啊，一直到现代，这车匠无去啊，对不对？变做啥？嘿啊，就是悠游卡去台有无？伊都变做去台啊，啊你去哩比一下，啊落车比一下，啊落就好啊。那个用意就是那个啦，哦，啊当然嘛有指挥交通啦，帮站这个司机讲，哦，那车顶有人不方便的啊，该啥物货，这都有一个，咱讲服务啦，服务业的观念伫真内底啦。较早喏，针头呐，囡仔胖起是毋是乖规针头出来吹，对不对？即摆呐，囡仔胖起出面，敢会甲你吹？袂啦，还阁唔知啦，嘿啦，即摆就是安尼，咱规个社会风气的文化，拢已经拢降切落来，拢降低去啊。较早即种啥物车？卡拉车、自转车对啦，较早叫自转车啦。哦，啊，千万唔通讲孔明车哈。孔明是中国文化，咱就中毒伤深，咱常常讲孔明车，后来孔明灯有无？你当时伊看到孔明骑这个车，当时伊看到孔明放迄个灯，无嘛？咱做侪物件拢是中国文化直接甲咱加进来咱的头壳内底，互咱用这个方法来去做思考啦。有一个拳头师傅啦，我去互伊掠身躯，有当时啊，哦，感觉真忝，互伊去掠一个身躯的。哦，伊就甲咧，伊做爱甲我讲古的啊。哦，伊就甲我讲讲吼，咱中国吼、哦、
安怎古早的时代安怎安怎，都有啥物即个中医啊，啥物货？我得甲纠正，我讲等下，讲西啊，我甲你问吼，你讲中国吼，三国是倒一国是中国？三国嘛，魏蜀吴啊，倒一国中国啊？伊说，讲硬气呢，讲对吼，你讲这個我倒无想到，吼，过来我甲问，你讲中医，咱较早叫汉医呢？即汉朝时代慢慢啊吼，有这种草药啊研究啦，啥物货，佮变汉医。中医是中国人家己讲合作中医的呢，唔是所有外地的人拢是中国人哦，唔是所有外地的合作中国文化哦。啊，中国有一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较无好的习惯呐，吼，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侪物件你若讲出来吼，伊讲我较早有，讲一个来互你啦 ，GPS 全球定位系统嘛，吼。GPS， 伊讲，阮较早有呢。你想讲伊讲啥？讲阮较早皇帝时代都指南针啊，插地插痕，伊我都砍脱了，我都砍脱啦。哦，即摆讲，阮即摆印，阮即摆有出册，阮较早有蔡伦造纸，有无？我那印刷，阮较早有印刷术。你即摆有迄个太空梭，阮较早有鞭炮，因为。较早你有跑，我有火药，我拢较早拢我发明的，全世界啥物先进的物拢是中国人发明的啦。因咧想法就是安尼啦，足奇怪啊！啊，足侪物件，像起兵啊出来，就讲阮宋朝的时阵就起兵啊。啊，奇怪，恁宋朝哪发明起兵啊？恁伊在到即马就起的还人较济啊。啊，大清甲咱管家，马家医师过来台湾，甲咱扳喙齿，对不对？所以不是讲较早发明的，表示讲是你的，啊，嘛不是讲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我等下甲大家讲啊，先来讲这个车啦。这车较早有骑过无？有人有骑过嘛？哈。啊，恁是细汉的骑还是大汉较骑？啊，细汉恁哪骑？在个房啊？对啊。好吧。这个影片它就是透露出我们学习脚踏车的样子，对不对？乘卡旁，咱较早就是安尼，咱无囡仔车通好练呢，咱是脚撑过，搭嘞，因为你坐袂到，哦，看到人袂晓动，你要跳落来用脚动啊，对不对？来，先看唤起大家对祖国的回忆了嘛，吼，因为咱过去咱的文化的氛围就是安尼啦，每站。那个美战的根据有大概看，第23条啊，23条才有写，吼，怎有讲的啊？美国主要占领，只是主要占领全国啦，主要占领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之下，叙述多国安尼啦，哦，加毛下，叫下，美利坚合众国，即个美战的单位啦，有看即个牌吗？咱外口足侪啦。这个 USMG 那媒体常常拢搞不清楚是什么，现在记者其实无想要查证啊。好啊，咱这代志拢有根据，拢有法律的根据哦。唔是讲家己吼出来啊，家己编一个 USMG。USMG 是第四 B 来对加啦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加啦，伊个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啊 ，USMG 啦。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啦 ，military 就是军事啦 ，government 就是政府啦。美站的相关文件吼，这个不是相关文件啦，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发一个声明，中国人因测台湾的身份是啥物货、啥物状态，但是台湾人家己无了解，因为咱用洗脑，咱去用骗，啊，到今嘛阁未清楚。中国人伊只有写啦，伊讲吼，我放大大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发这个声明讲吼，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啊！哦，等待收复安尼啦，加叫写。所以中国人伊知影哦，但是台湾跟澎湖不是他的领土啊。因为他不出证据啊，没有任何证据是台湾是他的领土啊，啊被
美国武力侵占状态的是美战啊，但是台湾人无唔相信讲咱要搁伫美国侵占状态啊，武力占领状态啊，因为即嘛万事太平嘛，也无战争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绝对安全的。我请问大家，美国第七舰队要被保护台湾，为了什么理由保护台湾？就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因为现在要个军事占领状态，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要个军事占领状态啦。军事占领状态不相信的原因，因为他没看到飞机、坦克、航空母舰，因为他没有看到啊。这些东西不是你要看到才相信的，我们可以旁敲侧击，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征兆。我带来给大家看美战的现象，美国军机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台湾，美国的军机敢会当直接落北京？袂使啊，落北京落来就袂起来啊，对不对？吼、哦，啊，直升机敢直接落台南，直接落台湾，啊，敢袂使直接落来香港？袂使啦，你若初一落十五就起来啊，就是这种物件。你注意看这新闻，这新闻足奇怪啊！来哈，美军机。军机哦，吼、哦，抵台救病患，一个人伫台湾破病，还是啥物镜头拢好，爱美国开军机来甲救哦，迄是足奇怪啊！啊，美国军机若袂赴，敢救会开？来，过来，你也看，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早产爱去甲日本就医哦。啊，台湾的妇产科是拢得了的。咱知影讲，这后壁有足侪足奇怪的现象，有足侪意义要去解脱出来。但是咱无，咱也无经过一寡国际常识，也是国际法的一寡训练，咱根本这种新闻，咱就想，哦，啊，得过啊，啊，得过啊。F-18 战降落台南基地，不只有一天哦，不是只有一天一夜哦，哦，不止哦。你注意看看啊，美军机抵台非首次，网友破说迫降是表面说辞，网友拢知影表面说辞啊，台湾人不知道表面说辞呢。但是你注意看哈，那这种新闻出来啦，有这个军机出来，诶，画面哦，那我这边机啦，那我这边机，大多数拢这边机，为什么？因为伊要。媒体即卖是中华民国即个流氓政权控制掉的啊！伊要甲大家讲，即卖恁要搁我管的哦。虽然美国军机来，我要搁是地理当局啦。即卖是台湾地理当局，已经无叫做中华民国啊。只是爱甲台湾人骗讲，我中华民国还存在啦。因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神主牌位嘛。啊，但是伊去到国外拢袂当讲，去到北京嘛袂使讲啊。陈云林来台湾，伊嘛袂使讲啊，机啊拢爱收起来啊。啊，大家袂感觉足奇怪。伊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拢伊拢袂使讲，迄是足奇怪啊。啊，今仔日伊已经放弃这块新主牌啊，煞民进党甲台联的这咧拍咧换这个新主牌啊。啊，所以咱足假啦咧，咱台湾的问题即嘛，就是一挂人因为政治的利益，所以会搁伫遮咧滚价安尼啊。这就是这个。军机来这停机评价，咱看一下这个影片九哈，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我们有弹头。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嗯，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
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机怎么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带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呵，这新闻我看过，有的人有看过，有的人没看过嘛。啊，敢知影什么意思？敢知影，敢看会出来什么意思？你注意个看，我大概分析一下，大概听啊、哦。美国会糊里糊涂把核弹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给放你台湾了。美国会做这种事情吗？这新闻跟他那个美籍。富人送日就医，这个是同样的状况哦。就是讲，一个新闻啊出来的时阵吼，伊迄讲迄个话，那是一种做不合逻辑，还是做含的代志吼？大概讲是一寡遮掩，那是讲一寡，让你看无伊咧要表达啥物意思。但是你这物件，你若甲提掉，你用理性来看的时阵，你得慢慢来了解讲，这后边有啥物玄机啊？第一点就是讲，美国军机可以随便降到。北京吗？不可能嘛！啊，为什么可以随便降到清泉岗？好、哦，清泉岗这个机场啊，伊要落来的时阵，敢来甲塔台联络，对吧？一定矮啊！啊不，好，得跑到电管有啥物物件，伊若进来的边缘呢？是不是？一定爱联络啦！啊，至于联络有没有回报做国防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哦，那是另外一件代志啊！啊，所以美国的军机呢，落来的时阵，哎、欸，佮开一个外置的车，佮去到台南机场，就是这边 F-18降落的机场啊。所以由此判断，那怎样？美国可以管控两个机场，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两个机场是他控制的范围，就是台南机场佮清泉岗机场。对，阿、啊、兵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啊，也不管，那就把它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啊，若无注意、无小心啊，去互弄掉嘞，到规个南台湾无去，哦，无可能啦！这种物件一定是内部的人都知情的东西啦。核武这种东西不能随便乱来嘞，迄个标语就无灭掉呀，咱规个就灭国去啊，灭族去啊，安尼啊。啊，你注意去甲看，伊个时间点是讲2003年哦。2007年那个总统大选前后，哦，这多好，拢是大选前后发生的事情。啊，伊被炸的时阵，搁是 AIT 的官员发表那个跟他说，跟国防部长说啊，我们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上。你袂感觉足奇怪，那拢是关系伫美国的代志，拢是 AIT 的发言呢？有美国在台协会对不对？啊，刚好中国在台协会，还是法国在台协会，英国在台协会？现在是美国在台协会啊，台湾呐不是美国占领啊，美国控制。现在大概呐选一个总，因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的时阵，伊的军舰都要塞过来。那不是美国占领的，现在伊今仔最近来最近这两天尔，伊这个迄、那个美国的横滨啊，是啥物鹤冈啥物，迄、那个军港遐的，把迄个航空母舰直接塞来中，这个南海遐，现在伊会使做这个动作。有人讲，伊世界警察、清彩水拢会使啊，无拄哦，无
无拄拄哦，啊无你甲甲塞迄个航空母舰，甲塞甲回教的国家看卖，人就甲你掉落啊，哦，啊所以这個、影片你先看甲了解一下，你就知影讲美军占领是一种状态啦，是一种状态啦，咱要跟美军占领。但民政府真个假？真个你太今麦较来，太唔较早来。台民政府哦，咱有一个目标啦，咱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咱唔免惊台独立的路线，独立的路线，你若照国际法律个分析落去落翘去，因为无这条路线通好走啦。哦，我过去我嘛是一个台独的啊，我较早就是为咱有手机啊，咱先关起吼。较早我为有这个投票的开始，第一张，哦。第一张会当投票的时阵，投陈定南。迄个时阵选省长啊，诶，最后一任的省长。啊，我想到有意识，我讲，诶，我就是细汉的时阵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迄个门口行入去，就一个孔子，哦，孔子，伫迄个大厅遐，正面堂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什么什么会的好学生，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哦，你比爱甲孔子敬礼，蒋公啊，我那公衡，不是公衡啦，你比迄有两边的草坪啊，一边蒋公，一边孙公，哦，啊敬礼一下，啊个较敬礼，啊伊哩教我，迄个小学啊四年的时阵，四年啊五年的时阵，蒋经国过生日，我老爸甲我讲二二八事件，我讲怎啊？原来咱有二二八事件哦，我甲阮爸爸讲，阿太学校没有教啊，学校不会教这个、啊。国民党伊杀死你的亲人，伊阁会藏这历史藏伫册内底，甲你教讲我甲你杀死你的亲人吗？无可能啦、啊。但是伊会甲你洗脑讲，其实毋是我杀死你的亲人，是日本人来杀死你的亲人，因为日本人是日本鬼子。是洗脑洗到安尼啦，哦，啊，民政府是真个假的？因为咱有一个目标，咱行，咱一群人，咱咧唤起本土台湾人啊，要来行这个，行这个目标啊。哎，对所有台湾人，那我去人介绍民政府的时候，我一句话啊，伊讲，啊，你得找一份好的头路，啊，好好啊，趁食，食好饱，啊，去佚佗。去买物件，好好啊过你的生活就好啊。你参加这要创啥？就是安尼嘛。哦，啊，咱若是干食饱就好，佚佗就好。咱出世来做人创啥？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咱出世来做人创啥？咱若袂当，咱人就是会当去改变环境，让环境愈来愈好啊。不是干那我一个人私人的好，爱让众人拢好啊。那是咱人本身的能力啊。哦，啊那精神无可能安尼啊，甚至禽兽，精神甲禽兽差伫倒位，你敢知？差伫精神是人饲出来的啦，禽兽无法度控制啦。哦，你讲禽兽，你讲美人，你说禽兽，啊，就是讲伊都无法度控制。啊，你讲畜生，就是讲一个骂，一个惯，一个吊，一个会，一个教会听呀。哦，畜生跟禽兽是有差别的哦。哦，啊，马英九是什么？是人啊，不要骂人家畜生或禽兽，不要骂他是人。好、哦，但是呢，有当时啊呢，语言用到一定多，你马英九啊，就变作用迄个人的名来骂人啊，啊、哦，因为你是马英九啊，啊、哦，有当时啊，语言自然的用意就是这样。啊，民政府今天给这些人讲假啦。我有去查这个案核啦，这较早就是进前哦，不是这边哦，搁进前去各美国的这案核，我去查，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嘛是怀疑啊，这是不是一个诈骗集团，会不会骗我？后壁有一挂迄个台湾最终关系地位报告啊，也有判决书啊，我想讲，安尼这是民政府伊家己做的，家己做做做迄演技做够的人拍你，啊，家出版出来，啊，要搞我骗安尼，我假设安尼，啊，我得爱去网络找，啊，去外口找这资料。不是对民政府内部出来的资料，是对外口找到的资料。
外口若找到，伊有去过美国，美国的一挂网站应该有记录，啊，所以我就有找到网站，我有找到网站，啊，就才有记录。啊，即卖足侪人去机会啊，哦，你啊看，伊只判决顶奈顶奈，你啊英文网站诶，里顶你甲查叫做驳回啦，啊像啊驳回，啊你去是甲人骗的呀、啊？这问题就出伫遮啦，因为咱本身无对这英文，也是讲英文诶法律界、因司法界诶英文的用词诶定义，咱无清楚啦。所以咱就直接查字典啊，破驳回，咱就用中文的书课讲啊，这驳回啊，这无效益啊。直到这个咱去过美国的这个律师来台湾，伫旧年的这个九月的时阵来台湾演讲，伫汤圆大饭店的时阵，那东兴甲问啊。讲啥物叫做 deny 啊 ？deny 甲 reject 有啥物无共啊？伊就用英文回啦。伊讲 deny 毋是 reject 啦，毋是回绝的无效的意思啦。伊讲 deny 就是你的资料无够啊。deny 就是你今仔日即个时间点吼，各种的因素无法度达经过即个法院甲你做一个裁决的原因，所以甲你做一个 deny 的动作啦。就咱即摆甲翻做做搁置啊，是即个意思啊。那是这个律师说的，那不是我说的，那是这个律师说的。同样的问题也出来了嘛，今天去顶来，我们能理解这驳回，也能理解这搁置，是因为我们就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嘛。啊，语言翻译本身就有一种无法跨越的障碍啦。啊，不乌蛇蛇跟乌不乌人人，有什么不同？没得翻。你要跟那个外国人说乌蛇蛇是啥物款的蛇蛇，叫做乌蛇蛇，对不对？哦，啊，所以这种语言上面本身就有这种你无法理解的那种空间啦。除非咱就是伫迄个文化大汉的人啊，咱靠我都了解迄个物件啦。哦，啊，这就是判决书啊，我的嘛是伫网站找到的哦。你网址啦，然后找这个判决书，你嘛是找到啦，啊，嘛是可以下载啊。啊，这是咱底下的办公室啊！今仔日呐，要甲大家骗吼，骗一个来上课，啊，遮功夫去租一个办公室，啊，去翕相，啊，一群人来甲你骗，啊，目的要创啥？目的啊，诈骗集团有目的嘛？有首脑，然后诈骗了钱之后，见好就收，斩断，赶快绕跑，花钱享受，当皇帝，这个是目的嘛？可是这个目的我在这边完全看不到啊！秘书长无需要逐礼拜伫遮大家演讲啊，伊逐礼拜拢出席的呢。哎呀，四界各州去演讲呢，去办遮个代志安尼呢。啊，这是一挂正面文件啊。啊，但民政府伫台湾的新闻媒体吼、哦、报告有刊登足侪消息伫顶悬。这个嘛是顶人无唔知啊，因为即卖多数人无想要看报纸啊。报纸是啥？透早吼，食早顿的时阵，遐有一份报纸来看一下安尼尔啦，对不对？中昼食便当的时阵看一下啦，吼、哦，暗时啊去面摊食一个切仔面，看一下有报纸尔，咱无时间通看报纸啊。啊，佮报遐尼济代志，叫拢无人知影。民政府是啥物货啊？啊，那朋友甲你讲。大部分的人拢会甲你争，吼、哦，要甲迄个朋友甲你介绍，啊，你要甲伊争有无？有无？有的人一开始拢会争嘛，哇，你讲的是啥物货？啊，咱搁去世纪酒店开记者会，班长话讲要搁伫遮，啊去即个皇宫甲天皇接受，有人讲啦，甲皇诶，举这面旗啊，入面。你什么机啊都买入去，啊无你甲举五千机入去啊，你甲举看卖啊。这个机啊入去，而且是几百遍的入去，是去经过特许的呢。有人摕台湾国的国旗啊，做成民进党迄个党旗，只是伊的青色是两抓呢，啊举两机入去，啊赶紧举出来，翕两张啊相，哎我嘛入去啊，迄无同款意思啦，啊、哦，喂。是，有人讲啦，那去搞迄、那个，搞迄天皇山奶啊，哦啊，这个是干嘛？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参观，那些观光客啦、啊，观光客可以拿那么多旗子进去、哦、
观光客，你是观光客，你会穿西装的呀？你穿西装去观光哦。所以讲起来话人，而且我头壳爱注意一下啦。卫灵祭去靖国神社，卫灵祭，谁人要去靖国神社卫灵祭？那不是遐个迄个39,100名的位置内底吼，咱无需要做动作啊。就咱亲像，咱无需要去隔壁，咱家的隔壁去呢，新因祖先的新祖伯阿公，哦，我甲你拜拜，无可能嘛，迄足奇怪啊！你去扫墓，我会想煞要过来，哦，想煞甲你扫，无可能嘛。啊，卫灵祭就是因为咱有咱的先灵伫内底啦，咱要去追思，要去纪念他们曾经为我们捐躯啦，吼、哦，流血流汗。所以我们才有慰灵祭，不是说我们也去那里观光呢、喔、说那观光的都没地色的啦。再来我们在这个网络的这个自由时报啦、苹果日报啊，都有啦，都有刊登这些广告啦、啊、有人说、啊、你太有钱还要刊登广告啊，然后、啊、不可以做一些比较有实际的，其实刊登广告就是很实际的动作啦，但是很多人都 没想要了解啦，因为都卡在哪里，我会当找一份头路，只要饱安尼就好啊啦，拢是停留伫遮啦，吼、哦。啊，今仔日毋是讲吼、哦，要求大家做每一位哦，你得一定爱参与民政府、参与到啥物程度，无拄拄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家庭的因素，因为工作的多忙的关系，你无法度遮尔专心投入民政府这个过程，你伫。家己私人的空间、生活空间，到默默的支持啊，影响你的周围的人啊，唤起周围的人的觉醒，安尼都够啊。啊，你若真正有心要来参与这个台湾民政府高级班参加落，五关过落，咱继续训练，咱因为咱以后讲要执政嘛，啊，执政你必须要具备一些能力啊，啊，无变啊执政。雄雄，叫你讲啊，无你去接迄个民政局长。我太才民政局长是啥物事啊？我去，互人当作潘啊，戆戆，无可能啦！哦，啊，咱各州即个司法官员，伊拢啊，伊拢来遮演讲啊。咱各州啊，高雄州啦，即是台中州啦，即台南州，拢来遮演讲啊。伊有来台北个国际会议迄个演讲啊，嘛有伫各州拢办大型个演讲啊。啊，即美国个司法官员呢？啊，有人讲。还开钱请一个美国的大咖来演讲的啊！好，来讲迄个话吼，你真正听袂落去啊！啥物出头都有啊！你若民政府若做一个代志，正面呢，伊都讲一套说讲法，负面呢，甲你抵消掉啦。当然，人即卖头啊是足弯巧的啦，伊唔愿相信这物件啦。啊，讲看到的较要相信，然后你看到的你嘛袂相信啦。因无爱相信的，未愿相信的，伊就永远提起未相信啦。啊，你若愿意相信的，知影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咱就会倒啊，修正家己的角度，修正家己的心来对的物件啦。但是民政府嘛，唔免甲当作是一种信用啦，咱的教主哦，林志祥秘书长，唔是安尼啦，咱的圣经哦，新台湾论，唔是安尼啦，咱唔免甲当作这个信用来看待啦，因为咱是一个。咱是一个那个成立，因为战争法成立的民主政府，所以咱有一个目标来进行啦。这就是美国俱乐部的一个网站，甲你介绍个咱的新闻，咱要伫遐开记者会，这记者会开了啦，吼、哦，啊，着一群人3月的时阵去开会，还有一挂地书啊，即卖地书，啊，就是这张啊，哦。这袂假的啊！有人讲，啊，你要开钱去演戏，你敢会开10几万块啊去美国啊穿西装啊演一出啊，要甲大家骗，爽啊？无可能嘛！阮无领薪水呢，阮来遮演讲，阮无领薪水呢。哦，啊，秘书长夫人，伊是第一个用本土台湾人的身份伫国际发声，为着本土台湾人发声，世代咧交替吼，咧变换政权的时阵吼，拢有迄个地方的头人爱出来啦。日本有人出来啊，安倍出来，美国有人出来啊，啊中国嘛有人出来啊，俄罗斯嘛有人出来，
啊，台湾本土台湾人够人出来，有啦，台湾民政府尔啦，用本土台湾人的身份来代表啦。台湾人思想错乱啊，因为七十年的教育啊，1945年到今年七十年的教育错乱啊。对，对，这个时间点开始啦。首航，你甲看这个国旗，首航是首航，就是讲导航，民军导航，不是按中华民国导航啊，只是中华民国代表安尼尔。台湾人受到中华民国这个头政府吼，特别为着要甲咱，伊要甲咱消灭咱的历史的记忆啊。恁注意看这张公文啊，做歹代志个会落公文啊，吼、哦。你甲看，伊讲吼，那是迄个亲啊吼，顶悬有即个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这即个字吼，全部拢爱抹掉。甚至呢，伊讲本省现在正积极消灭日据时期的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之昭，均改为中华民国。有无？啊，你也看，我用例啊，你看，有无？明前十三年，明前十三年你倒位啊？中华民国都还不存在哦，民国前十三年没有中华民国啊，好、哦、啊，中华民国一共有5000年的历史，讲中国有5000年历史，其实那是废话啊，嘛是屁话，因为他自己本身不承认前朝的东西啊。我举例给你看了、啊，平城的前面是昭和。昭和的前面是大正，大正的前面是明治。你的年号，你哪承认上一朝的，你会追上去，你会接下来。所以明前应该是溥仪，也是讲什么光绪、东赫了，不要紧啦。但是伊都无承认啊，所以伊唔才用哦明前。民国前是什么意思？公元年就是讲吼，用耶稣出世迄年叫做公元一年。全世界的历史用公元来做纪元，吼，公元那是纪元，那是西元来做历史的记录。哎，耶稣出生的那一年以前叫做西元前，还是公元前？啊，以后就是公元几年，用那个做纪元。结果呢，中华民国这人这群人偷看啊，我那个天才破解的对啊，伊也冇个做纪元呐。啊，这纪元你的三项这问题啊，中华民国十二年，伊根本都还袂伫台湾的呢，哎，拢共抹掉，拢共糊掉，啊，佮家己佮揭起哩，这嘛是啊，17年。所以呢，用中华民国的纪元年的来观念，你来佮看哈，中华民国的民国元年伫家嘛，对不对？1912年，啊，所以你佮看往上推。前中华，别当讲清朝啊，你爱讲中华民国前250年，一直到夏朝，民国前4000年，一直到皇帝民国前4600年。哎呀，用这个观念来看，地球哦，民国前64亿年了，对不对？所以民国前根本就是戆呆戆人咧做诶代志啊！哎，用迄个观念来甲咱洗脑。啊，咱嘛是拢已经洗脑甲足自然啦，有无？你几年次？有无？咱都很习惯啦。咱的讲44年次是啥意思？民国44年嘛，对不对？哦，啊，即卖较新的讲法，你几年级？5年级嘛，反正50到59年次嘛，对不对？咱足习惯拢这种讲法，因为咱已经洗脑七十档啊，足习惯啦。所以即卖若要讲。你几年次？1955年次。啊、哦，1955年，哎，1955年次。我一个老师，伊的头壳变化足紧的。我甲问讲，你几年次？伊个话一写作签没有？1900哦，50几年次安尼，伊就安尼讲。呵，领地的策乱，咱来看影片一啊。你捌美国公司吧？啊，你捌美国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人订炸弹啊？啊，日本啊，日本人订炸弹。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司的，都唔知。就你几岁？啊，咧等。哦。啊，都是什么人跟你讲的？你讲你知？哎，真的咧。
心中咧跳咧进。走美红公河啊，那但因迄阵囡仔拢蛮在。阿尚，你阵住台南？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跟金沙公阿弟啊？对啊。跟美红公河的。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的，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好呵。阿伯阿公对唔对？伊讲的讲好像咁对。唔对，伫倒位？哦，对啊，这重点啊，是美国给咱炸哦。但是因为七十年的纽约教育，予咱知影感觉日本给咱炸的。啊，这阿伯啊，伊讲伊日本啊要造伊四回嘛，啊经过七十年，所以即马七十四回。你的年纪呢比伊较轻，啊你知影是美国给咱炸的，表示咱中毒无遐严重。啊那。比伊较年岁较重，但是咱感觉是日本甲咱炸，安尼就是咱中毒较深啊。吼，因为这件代志，我唔是，就讲美国也是日本甲咱炸，我唔是民政府甲我教，我就感觉讲，安尼是正确。我去问阮阿公九十四岁，伊讲伊咧美空心，我讲啊，你咧美啥物人空心啊？伊讲啊，美国甲咱坑啊。吼，伊九十四岁呢。伊伫日本时代做先生，做老师啦，吼、哦，啊，美国干啥？伊嘛做过日本兵啊，啊，所以我为伊身躯顶问出来一下伊个人的经验，吼、哦，伊个人的历史，哦，跟这个东西都是符合的啦，走袂去的。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唔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台湾，这个观念一定要深深建立伫你的头壳内。人的角色对这开始，因为咱现在已经把两个东西蓝蓝做伙了，蓝蓝做伙，咱就看不清楚，还是讲分辨不清楚，媒体在跟咱讲的是什么货？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啦，中华民国完全是被封杀的。我们看一下影片三啊。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这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暂停一下，刚刚那一幕暂停一下。好，他都要讲吼，中华民国 ROC 不存在嘛，中华民国在台湾不存在啊，啊称台湾叫台湾，然后不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就是美方的态度。我们继续看。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不民进党一捧中华民国就在新竹白啊，国家为什么要尊重你为国家？好，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美国政府这一点其实做得太超过了，而且呢，我觉得说有一点刻意有点挑衅，而且刻意有点在这个冷却了我们现在双方急速升温的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如果这个属实，我们当然要抗议啊，对不对？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为什么不可以称中华民国？立委们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马政府之前，台湾官员可以到华府下工，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苏蒂更大方出现在台湾的总统府和外交部，美方态度的转变也给台美关系添加了不少变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综合报道。这种新闻吼，伊在用台湾这个名词的时阵吼，咱来分别讲，伊到底伊迄个台湾用伫迄句话的时阵，是咧指中华民国，还是咧指台湾？因为台湾这个名词已经滥用啊，它跟中华民国这两个名词已经搞混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你要把它解开来。哦，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上面人讲的，蔡英文讲的啦。哦，蔡英文讲的。台湾人上个吃力的认知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你拢中国闹，因为教育了拢中国文化，五千年炎黄子孙啊，哦，什么一个龙的传人，拢是这种物件。啊、咱台湾嘴，因为咱拢嘴拢讲咱台湾人，但实际上咱的思考的方向拢已经不是中国式的啊。中道的现象就是咱的牙齿的车轮摆机啊，是甲台湾人讲，我们的国家的国旗就是这个，哦，啊是给人讲，甲外国人讲讲，我们台湾就是代表这个。问题是这边机啊根本都不是咱的国旗啊，这是外来政权的机啊，咱这是和外来政权绑架进去这个体制里面啊。中道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你注意看这民调哈，这民调就是中毒民调，就是讲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就掉入他的陷阱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同不同意？你没有得选择呢，你只有是非题啊，支持啊，65.8%，你从来不会再跳出这个问题外面去想说台湾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只会做这个选择。这个中毒之后，第二次中毒加深了你的印象。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哦，无论你同不同意，用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变国号、建立新国家的必要性吗？哎，没有必要。啊，所以促使这些做民调的人，台湾人，你去认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了，是一个国家了，不用改国号。这种民调做出来的意义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那这些民调的，你就是在中国的思想来在咧思考啦，你不要都跳出来了。我们看影片三之一，对不对？这个杯子里面装什么？啊，这是什么现象？折射现象啊！为什么要大家看这个？今天中华民国的媒体在搞这件事情，真相就是箭头是往哪里的？往左还是往右？真相哦，往左嘛。可是我们往往看透过媒体透过教育看到的却是往右啊，因为这杯水的关系，这杯水本身代表的就是媒体教育要给我们看的东西。但是在一开始有看到往左的就是没有倒过水的，对不对？我们的阿公他们那一辈就是没有倒过水的，他们看到这一个政治的现况，这个社会的现况，现在这一个政看起来像政府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倒过水的状态。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但是70年来我们都是透过那一杯水在看现象的啊，看事情的。虽然看物件完全跟他们的变啊，媒体解读咱不用看。来，媒体辨识法，
你看星星会用哪一只？左边那一只。啊，看细菌呢？右边。啊，看细菌能不能右边用右边那一只？可以啊，看不到啊。看月亮可不可以用右边这一只？可以，看不到。这是适不适用，不是可不可用，啊、哦。适不适用啊？有下用无啦？甲会使用未使用？迄另外迄两个代志，两件代志啊！吼、哦，我物件拢爱看多方做对照啦。办理美签，美国 AIT 的网站就有这种东西，你自己可以去看啦。他这边一按吼，这边 English 的按下去就变成是英文的啦。啊，你看，你是否为美国公民？按英文哦 ，citizenship U.S. citizenship 的是公民的意思。你是否为台湾公民？那英文版的应该叫台湾 Nice citizenship， 安尼应该较安尼较对嘛？结果你看英文版的较安尼尔。结果呢，注意看，台湾公民叫做台湾 national， 即台湾公民。所以英文甲中文，你咱哦受着中文的牵制，但所以咱就看中文，用中文来做书课理解。你若去查英文，你就知影讲，其实外国人看得真清楚，台湾人看得真模糊啊。这就是查出来的字义就是这样子 ，national 国民 ，citizenship 国籍，所以咱肯定新闻讲上面会国民身份证啊，不是公民啊，啊、哦，找得到那个 coffee shop 的，哦、不是 coffee shop 那个扑克牌那个影片吗？这个美国的 AIT 的那个网站哈、哦，里面的台湾关系法第15条加第二条，你注意看哈、哦，利用台湾这个名词有什么定义呢？一词是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刚好下的金门马祖，无哦，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在控制这台湾跟澎湖的哦，哦，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及根本适用。根据适用这些岛屿法律而成立的组织、其他团体，以及1979年1月1日之前的美国所承认的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这就是在讲台湾现在这个政府不叫做中华民国啊，伊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哎呀、啊，是安尼啊。啊，台湾这个名词，美国有权视情况需要来解释哦。所以你伊咧媒体咧讲台湾的时阵，无都都是咧讲咱哦，伊嘛有可能咧指治理当局哦。讲一个新闻来，对伊也当出现做在台湾了，哦，找到了吗？好，那来看一个影片哈。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Your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一下哈。大家他都要看到什么东西颜色被变化扑克牌的背的颜色嘛，对不对？啊，感觉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事情的颜色被变化了、哦、刚有吗？没有发觉。他接着英文说 This is not about the colorOf the cards， 伊讲吼，伊唔是干呐讲迄个扑克牌颜色被变换而已哦。来，我们放下去。
哦 ，layer four， 四个地方的颜色被变化。一开始是安尼，哦，伊讲用一个更较宽的角度来看哦，咱搁顶头看一摆啊。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所以当这个镜头吼，第一期的镜头，伊即卖咧看扑克牌的时阵，已经换来遮嘛。啊，即卖这镜头跟换来这个人的手抓，啊，这个人咧换啥？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啊，这个镜头都举起来啊，举开顶头啊，啊，下面咧换倒金。这镜头都降落来啊。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You also click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lost. 哦，这镜头照一下，后边换鬼啊，关掉。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OK， 安尼也要变魔术啊？哦，唔是要教大家变魔术啊啦。重点是吼、哦，重点就是讲吼、哦，这影片要甲大家讲，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媒体拢咧做这种动作，咱所看的媒体伊咧转移焦点，转移什么焦点？转移我们本来应该要看的焦点。媒体喂给人民的。就是这个治理当局让你看的垃圾新闻，真正你应该要关心的有关于自己权益的，或者是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新闻，你在主流媒体现在的主流媒体都看不到。有啦，几点点啊？时间很短。有啦，有当时要早上的新闻会播到。或者是那个民事的英文新闻会播到，其他的你拢看啥？啊，一个跳楼的哦，24点钟伫里底跳楼，火烧的，24点钟伫遐火烧。一个艺人啊，过新年哦，全台湾哦，爱甲排队一个月，是不是？啊，油瘪空出问题，咱得继续吃，啊，伫遐叫。啊，这个新闻就报三个月、六个月安尼，咱在拢看这种物件，不是讲无应该关心这些物件，是咧讲的是，这物件政府在还好啊，噶不是油伫头前在还好啊，较早蛮牛，不是有一摆中毒个无？啊，过去查啥？去查迄个槟榔打，你唔知为源头管，槟榔打爱查无唔对，但是你爱为源头管啊，无管啊，啊，就让你看这個。啊、所以媒体吼，你看的时阵，你都要去了解，这个动机，一个新闻，伊若报愈长，表示后边有一寡物件在暗藏，但是咱唔知，咱来去找这资料，啊，无迄足奇怪啊，啊，无啥物新闻啊，会记较早新闻，电视台差不多九点啊、十点的拢无，拢迄种灰灰款的画面啊，有无？吼、哦，较早咱过去的电视差不多九点啊、十点过就无节目啊嘛，吼、哦。啊，透早起来就一个圆圆的，啊，足侪色的迄种，有无？哎呀，那较早是安尼，啊，今麦唔是，今麦24点钟弄节目通去看呢，哦。咱来看下，免签证计划吼，你注意甲看吼，你甲记落，你这个以前免签证计划加叫一个一，你甲记落，结果伊走即关出来，走即关出来。多数的人看无啊，加马西亚要免签证计划，这些国家叫做台湾，上面有一个小一，这免签证计划之前的这个小一，它上面写着 ROC， 啊，它多少嘞？听嘞，什么美国完全哦，一共马英九外交休兵嘛，就在那个时间点之后，这个东西就被换掉了，哦，啊，那一串英文就是在写这个。就是在写这个，一共因为
因为很多因素啦，什么会规定啦，他说提及外国政府或类似的实体啦，类似的实体的是在说类似台湾治理当局这种东西，与之相关的那时候等词汇应包含台湾，且该等法律适用于台湾。他现在在跟我们说以这个免签计划包含的国家适用台湾，但是他没说台湾是国家哦，不同样意思哈。但是有人会抓这说，哦，你看免签计划我们跟这些国家并列，所以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承认的国家。你有没有看那种细节，那种不清楚哦？你看，你马上好后悔啊，马公，对啊，他们这些都是国家啊，啊，为什么台湾不是国家？那就好后悔啊。其实不是啦，人家解释有在这在讲的啊，而且他有讲哦，美国法典第八篇等等免签证计划授权法案中所提及的国家这个字之外。之外啦，就是台湾不是嘛？之外应包含台湾，哦，这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啊所以自1979年以来，依此政策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啊。所以呢，台湾护照被拒绝，民进党妇女主任哭了。刚有台湾护照，刚有。没有台湾护照啦，只有中华民国护照。今天咱在讲的法律，所指的就是法律文字上的定义啦。哦，法律文字上的定义，你的护照顶要甲登一个台湾，啊，就是台湾哦。啊，你我不爱登台湾，我甲登美国，对不对？我的护照甲写 USA， 我变美国公民啊，敢会使？迄表皮的东西哦，不足以成为正式文件了，啊，所以沈履循他说台美只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台美关系法，哦，台美关系法，啊，没有外交啊，因为不是国家啊，没有正式的政府啊，所以美国不允许他们的官员参加台湾的所有的官方行动。啊，台湾所有的官方行动指的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官方行动，啊，哦欸，影片7看过了吗？还没，我们看一下影片7。历史关键时刻呢，自印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你是天爱奇尊哈，台湾跟中华民国稍微换一下，你就看得到这一个新闻是什么？慢慢进情况，我说就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没有，就讲了一半的。我突然就问了，我说台湾呢？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哎，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啊！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鲍威尔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 Our policy is clear.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not.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是他自己说的，美国没这样说哦，那是他自己补充说的，哦，月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同意吗？用嫦娥奔月啊，那主权扩及那个月球领土啊，哦，谁退出联合国？一个美国把1979年把那个台湾驱逐出联合国，谁退出联合国？谁？其实大概哈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哈，不会有比较精确的答案。
2758决议文叫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的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承认 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一切合法代表，就是说联合国组织里面中国 China 这个名字不是 ROC 也不是 PROC， 就是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名叫做 China， 这个联合席次这个名的代表的人是人，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政府啦，他先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可以来代表在这个席次上 China 这个名称人啦、啊啊、原来这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一切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就是说他先领这个做合法的、啊、这个就变非法的啊，他驱逐出去了，所以在联合国里面 China 这个名字都没变哦。所以美国一直以来他说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联合国里面只有一个中国，他的名字叫做 China， 这样叫做一个中国政策、啊、你不可以让两个 China，因为那两个 China 就乱去啊，因为中国人最爱分裂的啊、哦、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中华民国、哦、啊什么很多奇奇怪怪啊，你就注意看我们这个早餐店就好啊，美而美、美大美、美又美、美不美什么就一直开啊，这个就是分裂啦、啊、如果中国给你开这个雷说、欸、那可以两个中国，两个如果有两个中国那能不能有三个，能不能有四个，他就乱你啊、哦、这也是啊，这英文版的啦，祖国，祖国是哪一国啊，我们的祖国是哪一国，我们祖国就是大日本帝国啦，我们的效忠对象就是日本天皇啦，那你说我们新民的时候，我们心中如果没有天皇就没有新民这个新闻出现啦、哦、我是老我老爸的子，我心中如果没有我老爸，我没有老爸啦，这样我就不是怕了，这是相对关系啊，台湾怎么能独立，我分析给大家听啦，是中华民国人想要独立啦，独立是什么意思，独立就是你有宗主国，你有一个祖国，你是属于一殖民地、啊、你脱离、啊、你是你有一个母国，你是一部分的领土要脱离，你叫做独立、啊、没什么叫独立，独立你一定有对一个主体性母国独立出来嘛，我对阮家独立出来叫做独立吧、啊。我若搁伫阮家，我趁钱，啊，我搁住伫阮家，我有独立，无吧？但是我若趁钱，我伫外口家己租厝、家己细厝、家己趁钱、家己种、家己养、家己食，有寄等于有效无？迄一回事，但是我有独立吧，对不对？独立是假议题，咧骗台湾人的啦。加拿大的魁北克这规地是加拿大的领土，伊要为加拿大独立出来啦。哦，这是以前那个 大英帝国独立之后又回归变大英国血、哦、苏格兰不是在独立，苏格兰 啊独立他要最大不列颠，这个大英国血我们说英国其实他有一个大英国血在里面、哦啊、他里面还有一个大不列颠王国，这四个威尔斯、北爱尔兰、苏格兰跟英格兰这四个大的 nation， 这个国家的 nation，苏格兰要脱离这个大不列颠王国了，乌、哦、克兰要从这个克里米亚要从乌克兰独立而出啊，啊，加泰隆尼亚是西班牙的这个一部分的领土，已被从西班牙独立而出啊，啊，台湾呢？你讲台湾在回去，你的祖国在哪里？回去啊！你的祖国在哪里？你想要独立台独的人，请问祖国在哪里？如果你认为祖国是中华民国，那翘起啊！因为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等于中国，所以你在你倡导独立的时候，你第一个前提你就设定你是中国人了，你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领土、啊、所以你画独立的人，你要先问先测，你先问中国在哪里？伊若跟你讲中国日本啊，啊，你要搞什么人独立？他也搞不清楚啦，哈、哦，你们也搞不清楚啊。日本啊，咱即马甲日本都无关系，啊，是安怎？啊，需要独立，啊，要独立，什么？要哪样独立？无迄个国际化的路线通去行啦。啊，所以咱今仔日要行这个国际化的路线，然后咱回归正常化，正常化，和国际地位正常化。先回到美战，美战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占领的人民，上面的什么人民？大日本帝国的人民啊，那个时候就产生了。然后我们美战结束的时候，看要回归日本国，哦，组成大日联邦，啊，是被变成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先走回来，啊，恢复美战的前提就是中华民国赶走啊，这不是咱大概上介意的嘛。所有大多人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嘛是要把中华民国赶走啦。啊，咱行这条国际路线是去借着美国的司法去把美国政府告啊，用美国规定的规矩，咱家己生出来规矩，甲因告，你再启动美日台三方的一个政治动能，把甲咱带登到这个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所在啊。哦，大概是安尼讲法啊，当然。真短的时间无法度解说真多，我望大家哦，开一寡时间，甲这个新台湾头壳熟，你就会当去了解，是安怎咱行这条路线是会通的，唔免搁伫遐无，吼、哦，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演讲到这，多谢。